黄怡兴钟情文字拒绝做 show。 书展除了有 Lemo 千奇百怪之外，黄怡兴今年都有来到书展搞签名会凑热闹。最近甚少露面于幕前的他，到底有没有留恋电视机前的主持形象呢？我想呢、其實因為本身我是一個作家，所以其實作家就應該是在書本上出現，而不是在電視上出現的。啊，這樣說讀者就不能再在電視機上見到你咯。不過講開電視節目，最近我都幫 Now TV 做了一個節目，因為他邀請我是一個作家的身份，我作那個節目都叫做是以一個愛情的節目啦，咁同我寫嘅作品有關，咁所以我都接受佢邀請，就主持咗呢個節目咯。你真係寫詞都係中意文字嗰啲？絕對。嗱，咁你啱啱就喺書展之前出咗新書啦，咁對愛情會唔會又有新嘅見解啊？仲有啲咩想同少女讀者講下咧？同我書名一樣咯，唔好再犯賤咯，因為如果你唔識得錫你自己嘅話，你冇可能要求其他人錫你。